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们别问我了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他还能做什么呀？哎。一问三不知，真是没想到，这怀桑兄竟然当上了聂家家主，还获得了一问三不知的称号。哼！只是没想到，这赤峰尊如此神勇，怎么就不明不白的死了呢？我也没有亲眼所见。只知走火入魔，当众暴毙身亡。嗯。啊！啊！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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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魏婴，没有狗。哦。你不要这样看着我。你为什么怕狗？你也不要问我为什么。哎，蓝湛，我跟你说还不行吗？我跟你说，我小时候常常流落在外，时常在恶犬嘴下多时。好在江叔叔把我接回了莲花坞，但是害得江城不得不赶走他的什么小爱啊、菲菲啊什么的。现在害得金陵也一样。他们俩不愧是一家人啊，跟江城一样，都这么恨。兰湛，走吧。这次没错了吧？尚在远处，你躲什么？不管，先躲再说。是金陵那只灵犬，灵犬狂叫，一定遇上了什么。啊，那我们先去看看。啊，韩光君，你走啊！你不动，我怎么动啊？你先放手。这里有迷阵。这迷阵分明是人为所设。看来关于行路岭的传闻，并非捕风捉影。南湛，你看，没看见狗啊！灵犬再有灵气，也无法突破结界，也许被困在迷阵之外。哦，那金陵呢？金陵会不会也被困在迷阵之外啊？如果金陵在外，他也不会如此急走。有道理。但是，我们要怎么进去呢？哎，蓝湛，等等我。